请问你会喜欢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那以后就不发你了。会会会，哎，好爱。等一下呢，制作人会跟我们讲撩妹金句。如果你对这一句话有感呢，就比圈圈；如果你觉得这句话还好啦，那就比叉叉，好不好？很简单的游戏规则，那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？没有，没有。应该要有，因为你出现在我脑海。可以啦，啊，蛮意外的啊，出乎意外。你那车道就没有了。OK第一句没圈，你很好撩哎、欸，我很好撩，但是太久，对不起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啊、哦，我想吃冻饭，我刚好是吃冻饭。我想吃猪肉饼。哦、嗯，你又是圈吗？因为我想吃冻饭，我要吃冻饭。冻饭，冻饭赢了，抱歉抱歉。太绕口了。我最近为什么？我又忘记了。有点肉麻。老套。今天一起刷刷给我一下超能力。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变成暴风女。超级喜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在笑什么？对啊，笑什么？庆功。我在笑想你。哦。不行，我好多差了。婆婆发现你经纪人喜欢。对啊，我经纪人很严重。我什么人？我什么人都不怕。但是我觉得你蛮可怕的。为什么？没有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闹？为什么？我刚刚去确认你们都是猜猜。对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蛮好的、啊。嗯。不到你为什么是比闹？他把你放那么尊贵的位置。我觉得这太就是有点太。还没有到老婆的位置，你觉得太？我觉得太浮夸了。不懂了。请问你会喜欢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以后就不发了。会会会，好爱啊！会会，你会不觉得很啊？会重，我也想重，大声，最重了。请问你会喜欢我吗？会会不会？我可以教你。哦，这题已经给圈，给圈，我会喜欢你，超爱，好给圈。